Hello，张豆豆，嗯，没问你哈，我们明天要去做康复了哟，怕痛不？还好吧，啊？还好吧，哭得不得哭哟？应该不得呀，哪个呀？没那个，那我们怕痛，我们都不去了呀，对不？高兴，去做啥子嘛？高兴。去找你的小伙伴耍呀！哎呀，那我们是去干嘛？去助康喽！做康复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走路。为了更好的玩呀，对不对？你跟妈妈跟你讲，我们给你拿纸。去游乐场要不要走路？去打羽毛球要不要走路？啊？啊，对呀，所以我们做康复不是只是为了走路，是为了更好的玩儿和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为你提供方便，明白吗？懂了没有？懂了没有？做康复是为了什么？对，为了要玩耍。好的，加油吧。我要睡觉觉。好的。每朵花都会盛开，只是在不同季节，在你自己的节奏里面轻。